觉得我会挺好的，没有邀请我，我只是写悼词的。老有人给我打听你，你现在活可是多的忙不过来。听说您是最好的，所以请您来。您和家人一定要节哀。我自己来的。你刚才说，悼词里缺了最重要的东西，是什么？ 其实我一直都很担心，就怕在殡仪馆碰见熟人。我以前是个编剧，你还会继续写吗？可要是我写不出来了，你那个服务能预约吗？殡仪馆不都是哭天抹泪的吗？我是用文字送他家最后一程的人。 你到底还能不能把我写出来？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。